多年后，后人们提起这段疫情。爸爸，给我讲讲那个时候的故事吧。好。己亥末，庚子春，荆楚大地，然者数万计。1月31日24时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4。截至2月8日24时，据31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，截至2月18日24时，现有确诊病例57805例。众惶恐，举国防，皆庇护，皆无车舟，万象空寂。青丝，报告回来，其他没有，我们等着你们。白发，这辈子不就我几个病人吗？皆身先士卒，布衣。这个就是力量，不是叫人权。商客，皆争先解囊。我尽我最大努力吧，能多发放就多发放。院士南山，耄耋之年，临危受命，星夜驰援。一时间，八方一位精英纷纷响应，齐聚恶地，共战疫情。我亲手到最需要医务人员的湖北省抗疫一线援助工作，解九州疫情。正者，医者，加油，加油，我们加油！病者，皆扛鼎逆行勇战役。总太医坚信，我们爱中国，中国加油！风月同天，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中国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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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。能者皆力，万民同心。生灵和谐共存，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%，发现分离的无被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病毒序列相似度高达99%。以上结果表明，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。而后，以进去，华灯初上，国泰民安，山河无恙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